有缺一个。缺一罐油。油在那个，油在箱子里面有一个，我刚刚拿到的。是你？我刚看图。小心抓到你啦！什么？小心偷油啊！什么油啊？什么？偷油啊！没有啊，我手上油来啦！我天哪、啊，有人偷油，把油在旁边啊！你一进去九个变三个啊！我在那里蹲很久了。这里有三个。OK， 谁？小心！这里有三个，有人偷油，把它丢在旁边啊！没不要脸啊！不要脸啊！进去九个变三个啊！驱逐他！这边。哎、欸，这边有油了。等一下，先驱逐他。这边，声音在这边。小心。这边。这里。住了啊。我来了。怎么了？还要吗？还要油吗？我这有三个。在那边偷油啊！偷油狗啊！哇，刚刚有把它丢在旁边的树林里啊！这个他偷喝油啊！谁偷喝油？小心啊！老鼠是不是？哇，我三罐而已。那表示龙鸡也是哎、欸。家里那一罐，什么东西？我他妈才刚拿一罐进去。是啊，我跟你们讲啊，这里有一个死角，我一直蹲在这里看啊。每个人进去摸，我就看一下。哇，你好猛哦、喔！差一罐是不是？没有啊，照理说应该是满了，原本是九罐。差两罐。刚刚小心直接抠掉六罐了。家里没有。啊！我在做，家里没有了，差一罐。我在做，我再去做。两个莓果做油，两个莓果可以做油。这里有莓果。我顾着，你们去做。快点回家做一下就好了。差几个？两个，一个。一个。好，我做。又来啦！快点，我左边。快点，还差一罐。我来了。我快笑死了，这样竟然蹲得到。哈哈。那最好笑是什么？他偷完刚好从兔子变回人。哎、欸，有油了吗？有了，做好了。有了。等一下看到小心，直接把它变食物。好。正右方，左上，左下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没有食物？你捡。结果。左上。走。学长哎、欸。哪里呀、啊？
这里吗？掉了，臭狼！但愿有人可以来摸摸我。Good。掉啦！好啦，难得看一下死亡视角嘛。走哪里啊？那儿。小心丢的油，笑死。往下。死亡，我们跟着阿毛走，可以。所以现在是死亡讲话吗？阿毛刚说要来救我啦。繁星也在啊。死掉，被狼咬死。我找到发电机了。被比利害死。怎么被我害死？欸，你们有两个齿轮吗？发电的在右边。我以为我打得过了。解不了。啊，阿毛应该快来陪我们。感恩。要怎么直接跑到别人旁边啊？哦，E 跟 Q 啊。跟着啊。Q E， 嗯。耶。我去看别人。都没有。三个皮，坐一坐吧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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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要害他吗？害一下好了。你觉得我是坏人，你为什么不砍我？我吗？我怕我打不过你啊。对啊对啊对啊，怎么可能？我赤手哎。我这瘦瘦一只的。我刚看到你的沿路丢的油哎。找到你。停机坪了吗？不是啊，你就当着我的面走进去，那个飞机图案就是逃生舱啊。欸，你怎么死的啊？我是觉得你画坏人。你怎么知道是我啦？那你是怎么兔子吗？你偷完之后刚好从兔子变人啊！你跟我过来，你跟我过来。有啦，我有看到啦。我应该早一点偷，应该早一点偷。哦，你在这哦。我就在这里。原来。我只要不讲话，没有人知道我在那里。有啊，不然你有啊有啊。刚刚大家都知道是你偷的啦。这票一下下呢？这票一下下啊。弄一下容积。那，你怎么死的啊？被比利害死啊！不是另外一个，另外一个。
弟弟怎么死的？啊、我想把他弄死啊，结果跟他一起死。没有，他先被熊咬死。不知道，我本来想要拉那只熊来打他，结果那只熊不打他。他就先死了。这边开开门。几个人的门？两个人。哦。有刚起来吗？有刚蚂蚁在后面啊。不，哎，我迷路了，哇，是哪里啊？我找到一个绝妙的位置了，以后每场就在那里蹲好了。对，绕一大圈呢，蚂蚁在那边、欸，有鬼！我刚才没有看到有一个房子、啊，我再去找一下。有什么？他说有鬼啊，哪里有鬼？我有灵异体质，有鬼。哦，好。要怎样放技能啊？在哪里？左键啊！我怎么放不出来啊？对，要唱哦。他有那个，不是这键啊！我不知道那键在哪。你这样，我们不是又绕回去了？对啊，我刚在那边看到一键，然后马上去找你们说。不会，左键按着吗 ？OK。对啊，左键按着。那个求救信标到底在哪？还是要是要看那个、啊、地图？我真的是你在 CD， 你刚才放过了吗？它我一直显示是彩色的、欸，那是逃生舱，我们要的是求生信标，求救信标、要变灰色才行吗、啊？左下角有一个大矿大石头，不是，彩色就是还不用 CD。我好饿，所以你应该可以放，但不知道为什么。煮肉吃，里面有人有莓果吗？没，好，那我就直接吃了。我其他人都不见了。我也觉得很奇怪，而且这次少太多人了吧？应该在其他的信点吧，不然就是全部被那个干掉，全部被干掉。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一起行动好了。暖和回好了吗？哦，出发还有四位幸存者，加我们三个。剩下四位幸存者的话，我们三个谁偷跑？应该还有一个，那个就自己想办法。看他这样往下走。应该是下面有个矿坑吧。哦，我的天，阿毛死了，要去吗？去啊。哦，没有，有人在救阿毛。阿毛没有过来。哦，哇靠 ！Oh my god！ 阿毛。阿毛，你死啦！哎，这边，还有一个人。这边。Hello。Hello。这边。他们听不到啦。我知道。往下。哎，我刚刚看到阿毛死了，为什么阿毛没有过来？啊，我刚刚就找这间，好 K 哦。我们找不到求救信标啊，这是重点。在右边啊，叉子们。哦。有鬼。谁啊？阿毛，阿毛。救我！有人死掉了，是不是？好冷哦！只剩一点点时间了啦。我们要去找到那个东西啊！到哪边？好，有一个什么石头矿坑围起来。这边的吗？我觉得他们找不到欸，那个在右边欸。是不是水啊？欸，那个是在右边，被误导了。对啊，感觉很可怕。我就是在信标旁边啊。我上不去。东西。哇靠！耶稣，这个好屌哦！哇，完了！哇！这干嘛？
两个胖子。哎、欸，我死之前你先教我怎么开枪好不好？我都不会开。刚是为什么？你要右瞄准，它会有那个。我有瞄准啊。你要压着、啊。刚才那个针太猛了。可是我刚按都没有办法哎、欸，你说瞄准是按哪个？要右键再瞄准哦。我刚奇怪都不能举枪，因为散弹枪还是什么的，它的会越来越小，但那颗会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嗨，哎、欸，没有，我刚不能开枪了。你们刚有看我的举枪吗？都有，开不起来。我看到你都在干嘛？对啊，就超奇怪，对吧？哎、欸，他可以搜刮我的尸体哦。他要拿你的肉啊？欸、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耶稣被驱逐了，笑死！耶稣被驱逐。因为他们以为他是叛徒啊。所以你才是叛徒吗？好时机就不能开枪？快笑死！所以你才是叛徒啊？我是啊。哇。对啊，他刚刚用针，然后验证他啦。哦。对的。因为他看到我举枪拿枪就不能开，所以他验证我。太扯，还有验证的，等一下一定先放十个验证。我们要死了！冰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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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了！冰他，冰他，杀他！这边，等一下，干嘛？哇、啊，被杀了，被杀了！精彩，精彩，不会呀、啊？为什么要杀我？不会呀、啊！耶稣平常的，那是因为他是背叛者啊！加盟是背叛者啦，我有右弓药啦。啊啊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抢我东西啊！等一下，龙气，等一下，龙气，冷静！什么？等一下，气怎样？应该不是，好，我们先去找，快点右边，先去找。没有，火了啦，暖和。五分钟可以了，我需要温暖，就暖和啦。在吗？哎、欸，可是刚刚很贼、欸，那个黄色对讲机，刚、欸、他们都不讲话，后来突然讲话了。哇！哇，他们可能是后来找到。嗯，没有，就在刚刚他们突然问说是耶稣是背叛者吗？然后我说对。他被驱逐了，他死了。哦，他们快到我的尸体了。我记得我刚来没有东西耶。他们自己把他弄死。耶稣最后还是被他们弄死。是不是两个？所以破坏两幸存者任务到底是要怎么破啊？我不知道，我还被驱逐两次，我跟猫那时候被驱逐。你不知道怎么被驱逐哦？那个啊，不是我的任务是要被驱逐两次。哦，你要被驱逐两次。没火加饥饿不加暖啊！耶稣要死！这里有酒啦，你喝酒啦。这边你在哪里、啊？右边。哦。哎、欸，你来啦，你过来。中毒了啦！干，在哪里？给你。有人中毒。中毒了。为什么中毒？有人毒里面有毒掉的啦。哦。看一下这里吧。到底是开箱？我在场超废。我的尸体快到啦！不能到底玩什么？我有过去，我没有找到你。结义啊！结义是毒，结义是、啊、有病是。我有过去找你的尸体，我没有找到你啊。因为我已经死了。Sorry. 哦，你要捡我身上的东西是吗？不是啊，我要去拉你啊。死了，我最后讲。那个时候其实他们就有对讲机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有人回应。有，蚂蚁有回我，还是我拿错对讲机？哦、oh. ，我捡到两个对讲机，我两个都有。死定了，是橘色的。我刚刚有听到你讲，哈哈，要死了，死定！我刚刚，掉吧，他等一下死掉吧，冰他，冰他，哇，他打赢了！我操，真假的啊？这两只狼我刚打过啦，这两只狼我刚打到残血啦，哎，死了，笑他，死了，我们在这边等他，好。然后有人来救他，我们就冰他们。人来就冰，我还是不能冰哎、欸。冰爆的、啊。不，来了。哦。我赶他，我看是。哎、欸，
没有啊，来救人呢。水。没有啊，来救人。水，他一直用对讲机在呼叫。不要再拿我的。卖冰，卖冰，卖冰。啊，先去修那个。还有东西不够。哇天啊！不要脸啊！还有东西，还有东西。有个电路板。不要脸。不要脸，等死他。哎，又有两只狼，两只狼。哎，右边有狼，两只狼，两只狼，两只狼，咬他。哪里有狼？咬死他！下面，咬死他！咬死他们！咬死他们！跟那个气啊！咬死他们！下面。刚刚上面是不是有电路板？要几个啊？四电路板武器哦，快点往上！四电路板武器哦。啊，太可惜了。上面有东西可以开。电路板跟什么？四个电路板武器哦。我挖了四个电路板武器。他们要赢了啦！哎、欸，有没有火啊？来不及，来不及，一分半呢。他们应该是来不及。熊哎、欸，打开应该就有机会了。还要打熊？熊，打熊应该就没救。耶稣其实才是叛徒吧？叛打他！其实才是叛徒吧？你撑一下，你撑一下。耶稣要死了！哎呀，可惜。哇、哦，好 man 哦！我这边两个气哦。分钟，这边够三。所以你们都是被咬死哦，还是逃生舱吧，对不对？我是被咬死的，逃生舱吗？我是被咬死的。啊，是哦。可是我怎么看逃生舱有人坐走？是上一场还是这一场？我先回去补血。刚刚有人坐走，不知道是谁。OK。好人哦。我有一罐玛嘎，我一罐玛嘎。他又来了。玛嘎可以保暖。冻死他。可我还有一半时间，好慢。我完全没有技能可以按、欸，快点快点，八嘎，放进去。下了，哦、oh, okay. ，快回去，快回去，快回去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剩十几秒，但我应该来不及哦。走了，哦、oh, ，我们好像是要趁这个时候来，可以叫救援了，回去。剩十秒。哇，好酷哦！他们变成假的。哇，还可以伪装，学到学到。伪装什么？没事。方向对吗？对对对，到中间了。跑错边了，他们。这是米达。哎、欸，有人逃走吗？你们快逃出去吧！我可能没有办法活着了，我可能活不出。我还可以再病一次，再病一次。对。不是吧？那、啊、他们怎么跑回家啦？是要往左边走、欸？他们傻了。你们踩着我的尸体走吧。我已经叫了，你们快走。傻了，他们傻了。跑左边。快快，逃生载具要来了，快点，你们快走。哎、欸，好远哦，不可能到吧？真是的。好远的、啊，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到。快走。没办法了，没办法了。左边走到底，黄色那个，我剩半血了。舅舅，但是够远的。哎、欸，变鬼都走好久、哦。往左剩三十秒，可是我没有血，我没有血。我看到了，哇，够远。快死了！哇 ，day by day 来啊！那也不够远，一半的悬崖，好难哦，再走一半就挂了，超远。走不动了，真的撑不住了，我找到墙了，应该是越走越远了。时间到，行了，我这最后十发了，走不，暴风，缺刀，铁啦。差一点点，还是阿毛、欸、我这边阿毛，没有，我这边我真的要认真讲一下，没有，我这边真的要认真讲一下，因为我刚拉上耶稣有发现，其实我一直要杀你们三个，可是我枪开不起来，我在那边枪卡住，耶稣在这边教我怎么开枪哎、欸，超扯的、啊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开，我那边一直拼命按，我一直换枪，两把枪打不出来，是不是不会开枪？我不会开枪，是不会。哎、欸，是直接按吗？还是要重来？重来啊！
OK OK。直接大家知道谁是坏人。出去。哦，刚刚小新也是坏人，他只能。哇，我都有点，其实有点累呀、啊。加入游戏，加入。断线。哎、欸，我其实还蛮会找到那个第二次的那个发链哎、欸，我两次都我找到的，哇，棒棒啊！我直接死在发链，我就直接死在那里的哈。你应该是被狼咬了吧？嗯，我刚帮你把狼，刚刚把小心当干粮，我帮你把狼打到快残血了就死了。啊，天哪，很可怕、欸！要不要跟我学习一下怎么杀狼啊？还有一只熊啊，欸、那个他隔开打带跑打杀狼哎、欸，超猛！真的，最后那个地方，我觉得那个也跑得太难了吧，距离那么远。对啊，超远。对啊，好难哦，超远，也根本看不到，没有位置、欸，有点扯。有，我们幽灵是已经先跑到那边、欸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认真讲一句话，我真的要诚恳的刚应木娜讲一句话，投阿毛票。欸、我也觉得、欸。你屁啊！你们什么都嘛投我，你是坏人。我觉得小心、欸欸、我跳出一个任务，说与下列玩家一起逃出，所以不在名单内的是不是要投票啊？阿毛先享受你最后的温暖。要是我的话太扯了、哦。这是你的任务哦，是吗？繁星。对啊。我的名单里面没有，我的名单里面没有阿毛跟小新。你的名单里面没有阿毛跟小新，真的。好，我的名单总共没有阿毛、小新跟耶稣，这三个。好像明白了什么呢？那是因为你有没有我们的好友名单吧？哦，他们两个是背叛者。要齿轮跟电路板，齿轮十个，电路板八个。齿轮电路板好像很贵。我相信繁星他讲的，所以我投小新跟阿毛一票，他们一定是背叛者。哈，我的没有你哦，天哪，傻眼！我的逃生玩家，哎，大家抢走我的木头，你们把我全部都抢走我的木头，是坏人。哎，我刚刚本来要一次杀，他们一定是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我玩过阿瓦隆，我懂，我最懂。没有那个，那里不是梅林，电无线电。比利，你怎么看？有没有觉得他们两个超级像？背叛者，你看你后面那个背叛者来了。哎、欸，我的一起逃出名单有比利，然后麻衣跟那谁龙基。他说电路板跟什么啊？齿轮吗？小心刚刚当着我的面偷了一罐。小心哦，背叛者这么快就出现了，他们是背叛者，不要给他们，快点驱逐他们。驱逐啊！驱逐了啦！你还犹豫吗？赶快投向你神圣的一票。我跟你讲，驱逐坏人，做大事。我跟你讲，国家会感谢你的。自由。对，我的任务是成为最后一个坐上载具的幸存者。龙基学长，难道你想要背叛我们吗？想当初我要成为幸存者啊！